烦恼一念动三千，三千一念由心牵。这边的烦恼一念，我们打的是烦恼的动作。一念的话，我们先比意念的意，左手再一个一，代表一个念头。不管是恶念或善念产生，都会牵动整个三千大千世界。所以这边我们三千大千世界，我们比转动的手势。下一句三千一念由心牵，一样再绕到右边来，三千一念由心牵。所以这边的牵的话，我们打的是延续的手势。所以这两句要讲的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概念。好，这两句我们再来一次，烦恼一念动三千，三千一念由心牵。心